哟，它还会跨过那个水。把那水先拿出来好了，糟糕！你看，先拿在这边，不要无时无刻的水了，隔一段时间给它水。你说一个小时给它放10分钟之类的吗？让它渴。看，你看，它如果很用力跳，抓在这个边缘，它就可以这样走过来哦。还是不要靠近太边边吧。好，就这样。他很聪明。对呀，啊，他要想尽办法。你看看看，顾这次好像比顾我小时候还要累哦。累哦。还是我小时候比较乖。他走到我房间门没有关嘛，我一转过身来，哎，怎么看这样？到一只仓鼠在那边啪啪跑，照。哎，就这样跑，然后又回来这边是那个木，就是那个童话后面，躲在那个后面。不死心了，刚给他从纸板换回来，他马上不习惯了，在思考怎么跳出去呢？你看，好努力哦！它会用力，真的越跳越。